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19年6月18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76篇1到9节。在犹大，神为人所认识；在以色列，他的名为大；在撒冷，有他的帐幕；在锡安，有他的居所。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柔美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。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、骑马的都沉睡了，唯独你是可畏的。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。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主耶稣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主耶稣啊，我要在你的面前惧怕而静默，我不要依靠肉体的勇敢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拯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求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命，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若不流血罪再还不起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2章第9节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眼目归给慈爱的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使我看见人的需要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你，荣耀归主你。
可福音第十章23到27节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主耶稣，我信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去敬拜倚靠钱财，不去跟随钱财。主耶稣啊，独有你是救主，我要遵从你的道，专心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。